坎迪斯，原来你已经到了呀。多莉呢？她刚走。多莉小姐好像今天一大早就在这边做生意了。我来得早，已经和她完成了交易。她一拿到阿如村的通行证和税款减免证明，就马不停蹄地往城外去了。这家伙还真是一点时间都不浪费呀。所以结果如何？搞清楚那块宝石的来历了吗？他说，听须弥的宝石商人所言，这石头几个月前出自一处沙漠的无名遗迹，遗迹早已破败不堪，连墙上字迹都难以辨认。但更令我在意的是，多莉小姐说，还有一块与它相似的宝石。还有一块？宝石被发现的时候，已经从中间裂开，加工者判断无从修复，干脆就将它切割成了形状相似的两份。那另一块宝石现在在哪儿呢？这也是我所关心的问题。若宝石真有预示未来的能力，那万一落入不法之徒手中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恰好我听闻，今早沙漠里有商队被劫，事情发生在一处偏僻的小道上。这和另一块宝石的下落有联系吗？我还无法准确判断。但一般会走小路的商队，不是做小本生意，就是在运输重要货物，行程计划较为保密。存在这种可能。听起来是要去实地调查一番了呢。啊，花神淡季的准备工作怎么办？迪西亚说晚些时候在奥摩斯港见面就行，动作加快些的话，应该不会耽搁正事。啊，当然，你们若是有其他安排，就不必随我一起前往沙漠了。说什么呢？不都答应坎迪斯一起调查了吗？不用那么见外了。好，是我多虑了，感谢你们的无私相助。事发地点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还真是荒无人烟的小路呢。旅行者派蒙，你们来看这边，感觉到了吗？沙漠部落和镀金旅团中会用元素力的人也不少，其中也有人借此力量袭击商队，赚取不义之财。啊，那边是破碎的木板？是商队运输车碎裂后散落的木板，还有些焦黑的痕迹。发生了爆炸吗？那边有一些不久前留下的痕迹，我们沿路看看。哎，你说这都什么个事儿？专门挑了条偏僻的路走，怎么还是被劫了？各位好，抱歉打扰你们了。谁？我是阿如村的守护者坎蒂斯，想来了解一下今早发生的劫案。守护者？你慌什么慌？守护者是来守护咱的，又不是来抢咱的。对，也对。抱歉，让您见笑了。兄弟们刚被抢了一遭，还有些没缓过来。没事的，请不用紧张，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。不过，各位是打算在此安营吗？明明喀万邑就在不远处。哎，东西全被抢光，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本来打算叫上几个兄弟，却和那劫匪拼了，再不济也能夺回些货来的。你们的食粮看起来所剩无几，还请千万冷静。冲动与松懈乃是沙漠中送命的第一步。我能问问你们运的是什么货吗？都是危险品。嗯？你怎么说话的？那叫烟花爆竹。可箱子上写的就是危险品。烟花爆竹不写危险品，写啥？可食用品吗？如您所见，兄弟有些不会说话，你别往心里记。这要是报告给喀万邑卫兵的话，免不了又是一顿盘问。烟花爆竹是要送去哪里呢？送给沙漠里的一些部落营地。最近不是花神淡季吗？谁都想庆祝一下，这类订单特多，就连我们这些做小本生意的也能捞到些别人不想送的偏远单子。原来是这样。
我明白了。能再麻烦您描述下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吗？哦，是这样，我们绕道小路，好端端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突然就被一片藤蔓荆棘拦住了。藤蔓？什么藤蔓？沙漠里哪来那么多藤蔓？只是推车突然陷地里不走了，肯定是中了陷阱。再然后啊，天上突然开始下炸弹。炸弹？你能不能不说话？我看你是脑子被吓得要完蛋。哎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，他这明显就是惊吓过度，胡话停不下来了。困住我们之后啊，那劫匪就开始朝我们射火箭，还引燃了不少烟花，搞得我们人仰马翻，然后他们趁乱抢走了剩下的东西。您看见那伙人的模样了吗？哎呦，这还真没看清，我们光顾着自己逃命，沙漠上又全是沙尘。不过我记得那人一直拿着块绿色的石头。外形颜色是不是和这颗类似？哎，是的，还真像。我还纳闷呢，都有那种看起来值钱的东西了，干嘛来抢我们的这些破爆竹？我差不多了解了，谢谢各位提供的情报。不过我还是劝你们尽早去开万亿，向卫兵们报备情况。安全为上，别因为一时动怒而做出有勇无谋之举。好，好吧，那我们再休整休整就回去。我们走吧。这个距离应该听不见了，旅行者，你怎么看？我也这么觉得。那位商队首领对我们有所隐瞒，恐怕他们运送的货物远不止烟花爆竹那么简单，而现在危险品落到了另一批来历不明的劫匪手中。是黑吃黑吗？很有可能。眼下更大的问题是，那一群抢走了危险品的劫匪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我理解你的担忧，从这精准的埋伏和高效的行动来看，对方很可能也见到了宝石的浴室，情况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。已经不是该瞒着大家的时候了，我们先回一趟喀万邑，向卫兵们说明情况吧。二位先在这里稍作休息吧，我去和卫兵们打个招呼就过来。事情还真是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展了呢，唉，希望这次花神淡季能平安度过。我隐约从你们口中听到了一些令大风机关我在意的词语。塞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因公外出罢了，我正在调查一桩奇怪的抢劫案。难道就是我们刚才遇到的那个？不辛苦，我在路上买了个帕蒂沙兰布丁，准备放凉了吃，你们要吗？真的可以吗？谢谢你。怎么样，冷不丁吃到一块冷不丁的感觉？你呛到我了，干嘛冷不丁讲一个冷笑话？说回刚才的话题，你们遇到的抢劫案是？是这样吗？你们和坎蒂斯已经先一步调查过了。具体的等坎蒂斯回来后再补充吧。总之那个被抢的商队也很可疑。我明白了，接下来交给我就好。对了，你们待会儿有安排吗？我们可能会和坎蒂斯一起回去吧，和大家集合后准备今准备今今天的晚饭。不对劲，你们难道有事瞒我？没有吧，没有啦，我们绝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沙漠中的赤念果从不骗人吗？啊，
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花瓣向来只有五片，绝不可能存在七片。真的吗？那就顺带将你的秘密一起说出来吧。我们真没藏什么了不得的秘密。是吗？那你敢对湖里的鲈鱼们发誓吗？对谁？湖里的鲈鱼，他们可从不食言。我也不行了，原来被大凤机关审讯是这么痛苦的事吗？嗯，什么审讯？我错过了什么？啊，坎蒂斯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救救我们呀！出什么事了？塞诺先生看起来倒是一脸愉快。别来无恙，旅行者已经和我说了事情经过，这件事放心交给我处理。但刚才问到下午的安排之后，他俩就开始搪塞躲闪。下午不是要去奥摩斯港准备惊喜吗？喂，坎蒂斯，你怎么说出来了？没有关系，塞诺先生原本也是计划中的一员。什么？塞诺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本来打算说的，听到案件经过后，我还想让你们代我向大家请个假，谁知你们突然终止了谈话进度。我的天哪，居然白白挨了两个冷笑话。原来一直没告诉你们计划中具体有哪些人吗？抱歉，是我们的疏忽。不论如何，误会解除就好，也麻烦你们帮忙带话了。还有，这是今天我负责采购的部分，同样辛苦你们带回去。行，包在我们身上。这包赤念果的确在你们身上。你够了啦。哎，总算回来了，身子都暖和了点。我很少在工作之外的场合遇见塞诺先生，见到朋友回须弥来过花神淡季，他一定也很开心吧。怪不得，明明是工作状态还囤了一肚子的冷笑话。我真服了他，难道就不会冷到肚子痛吗？坎蒂斯，难道说你又看到了有关未来的景象？对，我看到有两个人不久后会出现在那边的小巷里，他们行迹可疑，似乎在聊一些危险的话题。危险的话题？难道说是那些抢了危险品的家伙？不，很遗憾，浴室中的景象一直都很模糊，总共也只有三言两语，还都是片段。那我们赶快躲起来，如果是想要在花神淡季上捣乱的坏人，就当场抓他们个现行。很遗憾，我并不清楚当老暗号处确保爆炸发生在纸上。喂，你们听到没有？那边好像有人在说很恐怖的事。靠近点听听。等到草乘坐的花车经过时，然后到时我们就把那个推出去。确定方向合适，应该万无一失。请停止你们正在谋划的事情。哎，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是你们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可怕计划呀？什么爆炸呀？花车呀？一个人的联想便是他思想的证明。你可怕的联想来源于你的思维本身。天哪，派蒙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们在讨论花神淡季的惊喜。都说了问题根本不在那里，我和他的关系不是冰冷而社会化的，你这想法太过分了吧。
好像是你先说他一整天没出现了，可能意识到你应当支付他薪水，却始终未履行责任。哎，我这是丧气话呀，还不是从上次让他去买咖啡开始的吗？也许他发现院里有些新人也会自告奋勇去买咖啡，进而产生联想，对自身处境感到不满。听听你说的什么话，我可没觉得他是实习生。难道他独自买咖啡的过程很不顺利，受到打击就离家出走了？然后回忆自己迄今为止的机械生涯，越想越生气，决定再也不回来。想象力丰富的很呢。不可能啊，梅赫拉克是我造的，才不会这么冷血。怎么说，我也每个星期都在用心保养它。然后你就一路找到奥姆斯港，偶遇在这里查收公务文件的我。真巧，这不是正好要找你吗？我的方案完工了，帮我看看吧。还以为你对自己的专业水平足够有信心。不是啦，是让你确认这条路线是否符合预期。但很遗憾，我并不清楚当天花车的行进路线。什么？你真就完全不管这些？院里没能说动你出点力？不是分内工作，我不知道也正常。他们说得动我吗？说的也是。那好吧，请你帮忙参谋一下最后这个爆炸。爆炸？对，根据需要，我设计的糖塔会准时撞到花车上，然后爆开，里面的装置将糖果发射到四面八方。当然了，不是那种很严重的爆炸，就像礼花那样。我查了很多食品工程论文，确定糖料足够柔软，飞散的外壳也像霓裳花织出的布料一样软，不会有任何损伤。等到暗号出现，我就让梅赫拉克从远处发动机关，确保爆炸发生在指定位置。打算选在什么时候引爆？等到草神大人乘坐的花车经过时，会有人给暗号，到时我们就把那个推出去，然后砰。还得确定方向和湿度。没错，都考虑到了，唐塔内部设置的机关就是用来控制对抗这些的，应该万无一失。什么呀，搞半天是这么回事。你们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事实是另一种模样了。这个因为……还是由我来说明吧。看见未来的能力，这还真是玄乎。有意思。基于这种能力，你们为某类未知现象赋予假设，结果却有偏差。目前看来，问题未必出在结果上。什么意思啊？给个好理解的结论吧。假如坎蒂斯看到的景象不是未来，而是过去，先前的情况也同样能够成立。过去？贾汉吉尔提到他的鼓风机之前也坏过一次，小型机械的损毁，场面应该不会相差太多。听他口气也是那样。最近又是花神淡季，奥摩斯港繁忙的时候，常有人将货物堆放在道路两旁，选择隐蔽场所谈话，这种事更是常见。艾尔海森先生的意思是，我们恰好经历了某些往日发生过的事件。许多事看似稀奇，但也只是看似。一种可能是未来发生了偏差，另一种可能是看到了过去。两者相比，后面那种设想更让人好接受一些。可以这么说，但这种推论并不是为了照顾人的感受，我只是客观提供另一个思考角度。好像的确有那么些道理。触发这种现象的条件和原因目前尚不清楚，如果要调查，两方面都留意一下吧。另一个思考角度？等等，你提醒我了，也许梅赫拉克是受不了你才离家出走的。好一个天才的想法，说得像他第一天认识我一样。我给他做过预设，让他能够识别你的声音，他确实认识你挺久了，难道另有隐情？卡维，梅赫拉克真失踪了吗？那正朝我们飞过来的那个是……你跑哪儿去了呀？店里咖啡豆不够了，所以你去帮忙找货。买不到也没关系的，不用做到这一步。
坎迪斯，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虽然艾尔海森先生的假设有一定道理，但如此一来，沙漠中被劫的商队又该作何解释呢？我。呀，大家都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？哦，碰到了一些谜题而已。哦，对，已经到集合的时间了是吧？我们干脆边走边说。我得去趟智慧宫，再见。好吧，好吧，再见啦。啊？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。一个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，还不如一个老前辈到得早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法鲁山前辈，我们刚才在讨论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能有堆唐塔紧急？之前不是一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糖料，都要赶不上花车巡游了吗？说到这个，你找到解决办法了吗？找到了，几十篇论文没白看。这个年纪的小伙子手脚就是麻利。好，你们也别偷懒，再不快点就真来不及了。那边的问题就交给赛诺处理吧，我们光是在这里想也是浪费时间。明白了就快点动起来，都多大了还有前辈在这儿催。对了，卡维，你之前不是拜托我做一个模拟花车巡游的机关吗？我已经做好了。这么快，不愧是法鲁山前辈。哼，这点小事放在从前，我是说100年前的从前，就和知论派的课后习题一样简单。那拿去吧，试试看好不好用。多谢多谢。旅行者，要不然你来试试吧，我更想在旁边着重观察一下花车的姿态，配合它的状态调整唐塔。不错，你模拟的还挺有几分模样。多亏旅行者和法鲁山前辈，我已经能确定唐塔的结构图了。接下来就是实际制作阶段了吧，你先画你的草图，我们在旁边做些糖果的准备工作。赫莱和迪西亚呢？他们最近都在迪纳泽代小姐家里忙着做糖果的装饰，他们都挺能干，不用担心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们为什么不在须弥城里集合呀？那不是更方便吗？因为那里离草神大人近了些，要是他出来散步，很可能碰上我们。这里离须弥城有段距离，遇到他的风险低得多。毕竟，要是精心准备的惊喜被草神大人看见……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？刚才好像提到了关于我的话题。卡维？怎么了？你看你做的都是什么设计啊？居然想在房顶采用这种材料？人呢？这种设计简直是要颠覆须弥几百年以来的传统啊！草神大人看到了都会伤心的。也是啊，这个立面现在看看也不太能接受。是你的话一定能很快改出新版的，对吧？对，我今晚就改出来。原来是和建筑有关的话题吗？我觉得有些创新也不错呀。草神大人别在意，我们的这位后辈什么都好，就是想法太跳脱，偶尔有些天马行空的设计也不奇怪，改改就行。这样吗？好吧，既然你也这么说的话，不过可以给我看看设计图吗？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。是不太方便吗？这个图纸
他们表情很不自然呢，是不好意思给我看吗？还是遇到了不方便说出口的麻烦？图纸被朋友拿走了。啊，对对，想起来了，我等会儿就去找他拿。这家伙，好在意。哦，哦，草神大人，尼禄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吗？找了您好久呢。关于花神淡季上要表演的节目，祖贝尔剧场的大家有些问题想要问您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好吧，那我马上就过去。辛苦尼禄跑这么远了。没事没事，草神大人您能匀出时间来到大巴扎一趟，大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没事，最近我的空余时间有不少，又听说奥摩斯港很热闹，就过来到处走走看看。那我就先和尼禄回去了，各位改天再见哦。啊，差点，真的感觉差一点就暴露了。啊，抱歉啊，卡维，我刚才有些大声。不，你放心，我对你的设计绝对没有任何意见。前辈我绝不会对能干的小后辈用那种语气说话，知道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啊，对了，卡维。今晚太晚了，赶快赶快，现在就去拿图纸，总不会要前辈我站在后面看你修改吧？行，我现在就去。要是有什么不了解或是需要帮忙的，可以随时来找我呀。没问题的，草神大人放心吧。草神大人您慢走。不行了，再来几次我的心脏都要受不住了。以防万一，我们之后的集合地点还是改到茶纳园吧。之前只考虑了距离因素，忽视了环境氛围。要现在动身吗？我觉得这样更稳妥些。我们剩下的人把材料搬回茶纳园，卡维今天就专心设计唐塔的形状吧。放心吧，卡维，不管你画出什么造型的唐塔，前辈我都会支持你的。好，好。虽然发禄山前辈说他不会这么教训后辈，但听刚才的口气，多少也窥见了前辈年轻时的威严。不对，前辈现在也还挺年轻的呢。那就先这么定了，我们明天茶纳园见。明明是演戏，为什么刚才不由自主地想着图纸怎么改？一方坐久了。草神大人应该没有发现什么吧？其实刚才还想问问关于宝石的事。明天得叫人在禅纳园附近望望风。可怜的年轻人。前辈我啊，下次再请他吃顿好吃的吧。这不是阿茂吗？塞索斯最近常提起你。这不是大风祭官吗？你也有劝人去过节的兴趣。我回教令院查些东西，路过了就和你打声招呼而已。不过我对你确实有些兴趣。你打七声召唤吗？不打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？你知道你打牌的话会发生什么吗？我不打。你的牌会变成冒牌货。好像少计算了一个变量，难道要重新开始？
你好，我没事，我只是看到了星星在眼前旋转。不行，花神诞日就要到了，我必须尽快完成论文，然后去县城看花车巡游。你说的对，说的对，再微小的星星也会有它自己的光亮，坚持发光就一定能被看得到。我还是打起精神再换一种算法好了。你怎么会有海乱鬼啊？